空中收讯比较好吗？强国男大楼外悬空讲手机。中国冒名是一名男子被目击竟然一边攀爬一栋高楼一边讲电话，要找到安静又适合讲电话的地方真的很难，除非你像这位老兄一样身怀绝技。微博上的影片可以看到，大白天的男子却像蜘蛛人一样攀爬在这栋复合式住宅的外墙，他一边靠着腿部和背肌的力量要让自己能挂在八九楼之间，但是也没再怕的继续拿着电话聊天。也是啦，反正都已经爬到这么高了，换个姿势讲电话也还好吧。可能大字型在空中讲电话收讯更好啊。中国当局表示，他们并没有接到任何相关报案，可见男子没有摔下来变成肉饼。等一下，他该不会还在上面吧？